第一次去成都，我听得懂四川话，但。 在哪里？终于有停车场了。对，关也有汶川。又。历有路牌。经过了12年。啊，对。我都从一个高中生变成了一个不知道什么人。初中的话。哦，对。哈哈，真是害怕呀。这哥们也有点懵。 这里的河太可怕了，不是，最近下雨，水量大，不能直播。来看看，来看看汶川的河。你去听。